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下半场吧，当然就是回顾就不需要了。你现在看着周遭这已经化为废墟孤儿院，也看着目前所谓家业他在的，也就是你发现他那个地方有着微微的像是，你怎么可以确定像是带了一丝热气，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人。那你要做什么？当然你现在是在孤儿院的二楼。好，那我想要去触摸那一团热气。 OK， 你摸了摸这热气，虽然十分的烫，基本上可以说感觉都可以烫灼了你的身躯，烫灼你的皮肤，可是却没有像是恶意或是带有杀人的意思，更多更像是威吓，比较像是那种吓吓大人用或是吓吓人用的，并不像是真正的是要杀人的那种恶意或是恶气感。也就是说，你碰虽然感觉到烫，但是却不会真的烧灼了你。那我想要那个，我想起就是之前就是在上一次进入灵界的方法，是因为我触碰了身为作为媒介的镜子，因此我想要在这个孤儿院里面找找看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当然可以，没有问题。那帮我塞一个 ready 卷。两信仰。对，这个是跟宗教有关的。十五，你看着慢慢从二楼晃了一圈，你注意到这里，无论是孩子们的育幼房还是玩乐房，这里看起来都没有特别的，像是临界的入口。你回到一楼，看着老师的办公室，稍微晃过了一圈，也没有像是入口。那你也想起了一件事情，当时家宴之妻这么离开孤儿院，如果说他在这里开启了通道的话，那他也不需要从街道上逃走，而是直接越近的孤儿院他所开的传送道就可以传到另外一边。所以这也代表一件事，这应该这里是没有的，我们可以确定这里是没有的。那我想要往外去寻找这附近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好，那阿卡纳，十二，你看着周遭似乎没有太多的像是值得注意的东西，唯一你只看到的是这个孤儿院好像有个小小的花圃，花圃里面当然跟现在的植物已经早就被稍微灰烬，可是被稍微灰烬的这些花圃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小土堆。这个土堆看起来上头全部都是些烧焦的花草，可是当然的土堆有这么高吗？挖开。好，你身上有铲子吗？我看一下，是有撬棍、铁锤跟眼钉了。撬棍可以，你拿起了撬棍，开始拨了这些花圃的土。你发现你挖着挖着，只要用撬棍将这些土拨开，你发现到这些花下头并没有任何的像是躯体或者什么东西，唯一你只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石头，上头画着小孩子刻画。帮我做一个 intelligence， 小孩子画的画总是难以理解。任何的画，小孩子的。然后要闪哪个来着的 ？intelligence 智力，列智力。十。你看的不是很懂，看起来是井吗？还是杯子？还是酒吧？我无法确定。像是杯状物。想
小石头先带着。OK， 你获得了一个上头有着杯子问号图案的石头。我希望他不会跟我讲话。OK， 好，安静哦。那我想要就是抓那附近有没有那几个东西。我下去看一下，四处看看。那我要继续把我的帽子戴起来了。第一次是多少分？16，然后第二次是9。就是最高的。你看了会儿，你注意到周遭并没有像是紧的东西，然而你也想起了在库特隆这个巨大城市里，多半一定会有，或者说周遭一定会有个紧，而紧多半都会聚集在人最多的地方，至少在比较乡村、比较郊区的地方，一定也会有一个公共大家可以打水用的井，这里一定有，只是需要找路。帮我塞一个 survival。九，你迈开了你的步伐，开始寻找周遭特别可以说跟景有关的，可以让你看的一些地标。刚刚你走着走着，也注意到库特隆这个城市比你想象还要大。你皱起眉头，看着周遭，你现在来到的。像是一个热闹的市场，然而热闹的市场看起来不是你首要的要去的目标。你看着市场的人人来人往，似乎可以说这里果真是大城市。对、okay, 好，好，那我想看看这里有什么店家。当然，就是卖食物的。帮我塞一个3D100好了。哦，在那个，我知道，我有看到。是的，你注意到在这个市集里面。有不少的让你感到新奇的，这里的可以说这里的人人来人往，看起来十分的密集。有三个，如果说以食物的话，你注意到三家让你感到有些新奇的店家。第一个店家你注意到是客栈，当然就是你之前去过的核桃客栈。你发现到就像是绕了一个路，条条马路通摩罗马，核桃客栈又在你的面前出现。而你之前也去过那里，或许可能那两个人也在，也说不定，谁知道。第二个你也注意到的是一间看起来贩卖酒的，上头可以注意到店牌写的唐氏酒商。你看了一下前面摆满了大师各式各样的瓮子，大大小小的，似乎可以说这里卖的都是酒。而第三个你则注意到的是药剂店，你看到上头写着中药铺，但是你看到里头放着各式各样的中药，还有药水、药剂，或许这里可以买点补充的东西也说不定。我要进去核桃客栈。好，看一下那两个人还在不在。好，那帮我做一个 perception 来看一下。20 nature, 然后17。你看看，你也注意到了那两个可以说属于悟道的朋友问号，当然也不算是真正朋友，但是你注意到那两位，那位有着短黑发的半精灵阿强，还有着长黑发的半天使紫月，他们看起来确实。他们还在这个客栈里，应该说你注意到他们今天没有在喝酒，而是似乎是在严肃的讨论什么事情，看着他们低声的悄悄私语的正在谈话，似乎也在刻意的避讳其他人
的目光，光直接走过去。缓缓走过去，也注意到志强与子月只是抬着头，也看向子月笑了笑，而志强在旁边眯起了眼。志强看着离开的口，哦，现在进度如何啦？他说完，只是很自动的帮你拉开了椅子，而且这个拉开椅子不是他自己拉，而是他弹手叫一个看起来有点半透明的鬼手帮你拉出椅子，示意你可以直接坐下。你看到在桌上摆满了花生，还有一些可以煮饺的一些小零嘴，而也看到他们两个人桌上也除了这些零嘴之外，也放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纸张与卷轴。那看出来他会直接把那一颗画的就是小孩子画作的石头放在他面前，然后说，所以你们要找他就是白哲的。说实也看子月看了一下那个石头，看了一下你，眨了一下眼。这是你的发现吗？十六页啊。也看着这位带着北陆女起来的西方女性的半夜石开口，你给这个石头上头有着小孩子的涂鸦，那想应该是涂鸦还是刻文的历史的意义啊。他说到这时眯起了眼，而志强只是稍微抬起眉头。笨蛋，你不觉得上头画的就是井吗？伸手开口，孤儿院吗？那里是没有看不起啊。毕竟在这大城市，孤儿院那一个住宅区的话，请啊，看着他低声的嚷嚷的，像是嘟囔着什么。最后，子月只是看了一下正在嚷嚷的志强，便开口：“等一下，阿强。”我记得我们上次在巡逻那个地方的时候，不是有看到一个看起来像是火状怪物吗？我记得那个火状怪物好像直接跳到了那里的一个井里，但是那个井好像是废弃了吧。志强睁大了眼，可是那个已经废弃了吧？应该已经被皇室，应该被国王的军队还有周遭的那些警察给拆了吧？守卫队应该不会留着那块井吧？你不觉得那个井还留着？子月看了向左，又看向自己，然后手忙手脚。哪知道，或许那个地道依旧还在啊。上次不是我们还跳了进去，结果我们最后迷了路，但是也注意到那个怪物已经消失了，所以也不用去想太多。他想一下，又说：“我觉得那附近应该是这次事件的出口吧。”告诉我，井在哪里？景月搔了搔头，看向你。你这么问的话，我也有点难相信。这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已经……哎，阿强，多少年前？十年前了吗？子强眯起了眼。十年前差不多，但这时志强像是想到什么，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还在，但是我记得在那块土地上后来盖了一个什么来着，一个商场来着的，是吗？这时子月想了想开口，等一下，商场。可是那里不是商场跟垃圾场吗？志强顿了会，看了下面，你要不要去商场跟垃圾场走走看？
有一家最新的商场叫做合欢商场，去合欢那里看一会儿。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在商场背后的垃圾场，那里的遗址应该不会太难找才对。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地图这个东西。没有 ，OK， 好，那他点点头，然后就，那他会说，你们身上有地图。子月瑟瑟嘴角，唉。我们在这里生活，当地人也不需要太多的地图，我们也知道当地这个大城市怎么走怎么走，最后一定会走到目的地。我倒是自强，只是开了口一些啊，哎，你就给十六爷一点面子吧，他才刚来这里没多久，毕竟都悟道成员。这是自强也看向你开了口，哎，小子啊，其实并不难的、啊，你还记得孤儿院怎么走吧、啊？你到孤儿院后呢，你直走，然后直走后，随后你只要注意地标，因为那个商场才开没多久，你很快就可以到那里。基本上如果你找不到路，只要问商场，整个库特隆也只有一家商场，而这商场算是合并商场，基本上跟大街相比，大楼更好找。虽然大楼可以说是结合了西方那里的科技，但说大楼也不知道大哪去，也没有像紫禁城那么的大，就是了。他会点点头，说这个不知道，然后出发前往商场。OK， 那帮我 sign perception， 有着前辈们的指引下，你很快就可以到那里，但是那里又有些什么在等着你？八根二十一倍 OK， 你慢慢的借由着两位前辈们的指示，你很快的也顺着目标，一开始先经过了孤儿院的遗址后，随后你也看着商场，你看着有个商场的指示，你很快来到了那一家雄伟合欢的商场前。当然，这个商场简单来说，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厦。和之前看到的库特隆的车站来相比，库特隆的车站已经够大了。这个商场看起来可以说，这可以说是大概如同像是塔般的一个结合艺术、结合古代艺术还有现今现代摩登的一个超级大楼吧。和紫禁城相比的话，这算是一个直线向上，而且如果不去注意，都还以为可能是哪一座庙宇的塔，还说不定。你看到自己的人来人往，你也发现到这边看起来就是商场，而且还有人群。这些人群可以基本上来购买的，除了是修当地人之外，你也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看起来仿佛就是来自西方的人。想了会也确实，库克隆是一座大城市，这里遇到什么人好像都还蛮正常的。那帮我查一个 survival 来看一下有没有找到几个遗址。是，你也很快的开始打探自己的下路，你也在此时你也注意到了遗址，如果说往遗址的方向应该就不会错误。你也绕过了商场的背后，也来到了后门，也注意到后门那里确实可以说是仓库地带，那里放了大大小小的木箱子，是露天的仓库，而衔接的也就是货运的一个大条泥路。而在这个泥板的马路，也注意到这些仓库，似乎可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木箱的中间确实有一个毁坏的井，这个井比你想象的还要小，大概可以说只有5feet。可以说只能一个人钻进去的大小，可是你有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焦味。好，我可以先去。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是我想要先去商场买点扣两盒水。
然后再下去里面。OK， 那帮我找一个营地吧，看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伤患吧。在跳下去之前做点什么也好，你也慢慢的开始走进了一间巨大的商场内。会注意到的是，这间商场，很快的也看到了一家让你觉得还不错，至少有些新鲜的店。这个店面不属于卡拉迪，而是更大的一些，可以说的找卡拉的风味吗？它看起来明显的。可以说来自沙漠地带的商人，包着面纱，贩卖着他们所供应的食品与产品。可以说着，原来布特农已经国际化到连来自西域的人都来了。当然，你很确定西域这个字，也算是你来这个地方，来修这个地方给学到的。他们似乎都称那一带的叫做西域人。看一下他卖什么东西。注意到里头卖的主要为杂货，看起来卖的简易的饼干、粮食、食物、水都是有贩卖的。也注意到这里卖的食物其实并没有说到太贵，而且可以说还闻到了，可以说浓厚的、完完全全的浓厚的新香料的味道。你也发现到。这些有十天份的粮食是一橘皮，十天份。这然后是有新香料的，而水这是一CP。是一天份的吗？十天份食物是一橘皮，十天，然后十天份的水。十天份的水的话是十 CP， 所以一天的水是一 CP， 铜币。那我就各买十天份。好，那就是一 GP 跟十 CP。10CP 是多少来的？十吗？对，十进位，都是十进位。所以10CP 等于 ESP。没有错。Okay， 那我先扣掉。10天份的干粮。OK， 好，那我买完我就接下去。好，那帮我撒一个 Albalandic。 哇，我就跳下去了，我应该要，哎呀，来不及了，对吧？ OK。看着这一只，你二话不说的直接一跃跃了下去。当然，你在跃下去的当下，你感觉到你全身正在坠落。当然，这个坠落也发现到，其实这个井没有说到太深，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你皱一下眉头，似乎可以说，你落下去的当下，这个坠落感并没有到很痛。你只受到了 total 这样为3点的化学 damage， 只有3个力。你也注意到你来到了井底，井底可以说下方十分凉爽，比墙壁上的青苔、井底的沙墙还有石墙都带来一丝微微的潮湿的味道。你感觉到这里可以闻到的，这里是布特龙的下水道。你注意到井壁都有被燃烧过。焦炭味依旧存在，青苔都可以说已经变成了白，已经是焦炭白的颜色了。
那我想要沿着有烧灼过的痕迹走。好，你开始慢慢的随着这些焦炭痕迹走，也发现到这个焦炭痕迹是一路的向前，直到你看到了两个分叉的道路，那里焦味已经再也没有显现了。那我想要分别观察一下两条路上面有什么特征。从左边开始吧。好，帮我做个 investigation 吧，调查一下。七，你看了一下左侧、右侧，你发现到两侧其实都差不多，似乎没有太多的感觉。可是你透过你的 dark vision， 你也发现到的是，这里墙面似乎都有一道道的像是符咒般的字词，这些字词看起来都遍布在这些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的墙上。帮我找一个 intelligence。你看着上头的皱纹，虽然十分的生疏，可是你也注意到这里确实的和你之前看到的空间法术所留下的字词十分十分的相似，已经出现了，很生疏，可是你注意到是有释放的空间法术，左右两侧都有。你还注意到了，在这两个分叉点的中间，特别是那些微微的激起水的，就是下水道的积水的水域，你看到下面有一个像是火焰所磕出来，在燃烧但是没有熄灭的字，这不是现在才出来，而是之前就留着，只是光芒非常非常非常微弱。你看到这微弱光芒上头磕着的是凶。是修的套吗？就是最近就是修容的修容语。你看到上头写着警察先生不要来追我了，你很确定这不是为你留的，这是以前就留下来的。这些躯体似乎都倒在一块，没有任何的血迹，看起来身上都有淡淡的红色的灼烧的痕迹。那看一下是最近的事情吗？帮我做个 medicine。medicine。七，看不出来。看起来是烧焦的，而且泡了些水，而且这些肢体看不见他们的面貌，尴尬。那我看一下那个分岔路的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你看到中间的岔路，可以注意到是现在分为三条岔路，而这些倒在一起。烧成焦炭的穿着警察制服的尸体们都是泡在血液的状态，但想前方依旧那些光芒十分明亮。
有做个 Arcana。你稍微看了会儿，你注意到这些字词，这些看起来像是空间的魔法，似乎在随着道路前进这些分叉点。你发现到他们这三个分叉点，这三个通道指向的道路全部都是一样的，看起来上头的纹路也都是一样的，可是似乎也有像是老旧的。似乎也有新，也就有差别。纹路，烧焦的纹路吗？对，而且还有墙壁上，就是墙壁上的烧焦纹路。那当然，如果你要调查尸体也是可以，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这些尸体到底多久了。我想往就是燃烧痕迹比较新的那一条路走。那帮我做个 survival 吧。你慢慢的开始向前，你也注意到的是，是的，看到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看起来可以说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玩乐的地方，而玩乐的地方周遭可以看到一些属于首先塞的布娃娃与玩具，还能注意到的是上方除了玩具之外，还有一些吊坠的上头，可是这些吊坠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挂的生疏，所以随时都会倒塌。而让你感到最惊讶的是，这里头这个空间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食物，而且也注意到这里好像很怪的是连一个传送门都没有，不知道是这里的主人精灵隐藏的法术，还是其实是藏在哪里。头上有坠子，我想观察一下那些坠子。你看着那些坠子，似乎可以注意到都是动物的坠子，马、老虎、狮子，虽然都是卡通的图案，但是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的主人似乎有宝贝，这些玩具、这些挂饰、这些吊坠，我知道这些吊坠已经有点旧了。材质是那种用豆沙，就是用豆沙包所做的缝制的手工艺。那我再看一下关于布娃娃的部分。你注意到这些布娃娃上头都有些胶痕。新的，那我再查看一下房间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轻一点的胶痕。没有问题，那我做一个 investigation 的调查一下。14，你在查询之时，你也注意到的是栏杆。你看到的是这里怎么会有铁网的栏杆？至少可以说这里应该是一个食物。然而，你看到这些铁栏杆还有铁网上头都有挂着一个的锁，这些锁看起来都是不同的样貌、不同的符号。而这些符号一碰触，也让它发出了淡淡的像是红色的光芒。观察一下做上面的图案，上头的图
挖你注意到是一样的，看起来都是刻着一样的符号。当然你仔细的观察，也注意到这些字符几乎都是一致，上头写着将我传至秘密基地。那我要出门。你轻轻的用手触碰了这些锁头，然而并没有反应，看起来是单纯触碰就会触发。是吗？还是他有其他的？帮我做一个 reading 卷。三。稍微抬起了眉头，看向上方的指示。你注意到，除了将我传至秘密基地之外，你还看到背面。的字词写着：“以火，以家族的魔力开启通道。”烧掉的痕迹是不是只有布娃娃上面有？不止布娃娃，你发现到周遭都有一点点，教会依旧存在。但是如果你要观察的更细的话，帮我做一个 investigation 吧。16。你在找寻着这些。有着遗迹痕迹的弯曲方式，你也发现到这个下水道弯曲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穿着，可以说穿着窝囊裙是一个女孩的布偶。你看着是一个人偶，这个布偶是布偶，是用布做的。这个人偶型的布偶，它的背后是被切开的。你看到这切开里头塞满了棉花。而棉花里头只有一个看起来小小的护身符，上头写着井上的祝福。井上祝福。井上是我在找的那个井上祝福，对。没有错。可以使用阿卡拉来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魔力之类的。当然了，没问题，可以。你看着这护符，看起来可以说比起说是魔力，更像是有淡淡的像是魔法的根源。你将这护符抽起，你注意到里头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看起来就像是符咒一文似的。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呢？
可能秘密吗？那我想要把这个护身符，然后带到鬼去，然后碰一下看我的反应。你拿起护身符，慢慢的走到了这个门前，这满是锁的门在护身符的台子上，交错闪出了一头烈烈般的火光，火光闪烁而起，而随后。也听到砰的一声，像是大量的周遭的木屑被吸到了门后，确实门后，你看到了一个传送阵，那个传送阵闪闪发光的，仿佛就像是空间魔法，也可以说是另外一边吗？那我把护身符收起来，然后定住。你越到了这个传送阵，很快的你也来到了另外一方，另外一头。你很快的也注意到另外一头，比起像是下水道，另外一头更让你感到吓异，甚至是有一些错愕。当然呢，你注意到是一个非常昏暗的景象，这个景色透过你的 Dark Vision 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带着幽暗的蓝光，而且就仿佛像是地下的环境。Almost 一个 History 或是 Intelligence 选一个你喜欢的，是什么鬼地方？17。你环顾四周，你注意到这里似乎从来没有去过，这里仿佛你以前曾经的你在窝那里有路过 ，Underdark 地下，你想起了 Underdark 这个地方，曾经你在神社那里服侍的时候，你的师父有提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样是物质界。和悟道的灵界、精神领域是完全不同，他们就是不同的一个物质的领域。然而，这个物质的领域是特别危险的，毕竟 Underdark 都有传闻着里头充满了危险的生物，无论是凶残的居民或者是危险的动物，都会居住到这里。你看的这个空间魔法看起来是通到 Underdark 里来的。我看一下附近的通道上面有没有什么胶粉之类的。我稍微帮我做个 investigation。七，你看了看，这边并没有任何胶啊。对，那我先把兜帽戴起来，然后一边紧接着兜到一万多吧。好，你压下的身躯开始慢慢的探索。帮我做一个 survival， 这是纯粹 survival， 这没有迷路或是不迷路，而只是单纯的探索周遭的环境。11。开始慢慢的向前走，你也注意到这如同像是 Underdog 的环境，明明都是 Underdog， 却又带了一丝不同，感觉到可能是你的第六感吧。你开始观察这个世界，也让你发现到这里有一些生物，这些生物只是像是与你擦肩而过，如同就像是大脑般的直接呼应，慢慢的擦身而过，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或是现象。可是你也注意到，你也发现到周遭的岩石就仿佛像是螺旋形石墙，你慢慢的碰触这些石墙，也看到一种人走着，你正在接近一个巨大的如同像是壁画吗？
可以看上楼，石墙上刻着一些奇怪的文物，这些图画，这些符文，发现到更像是看古书故事，虽然非常神秘，但是也注意到这些文献似乎好像提到了些什么。帮我做一个 investigation 好了，这个 investigation 十。你看着上头，似乎好像在讲述着什么事，但是阿宅，那我看一下附近有什么东西好了。好，那帮我做个 perception 看一下附近。第一次是15，第二次是14。你注意到周遭都有一些小石子，还有一些，而且这些小石子会发光，发的光都是紫色的光芒。等你蹲了下来，你注意到的是鞋子，你看到了一个鞋子，一个落下来的鞋子，一个不是两个，只有一个，不是一双，只有一个。你注意到这鞋子的大小，看起来是童鞋，儿童穿的鞋子，布鞋。而且是胶的。对，那这个方向应该不错。但我对那个小石头有兴趣，我可以多看它几秒吗？就是看它身上，就是这个特殊的东西是吗？可以啊，你默默的蹲下来，跟石头注视会，你注意到这些石头会发光，而且给你的一些视野。或许这个环境带了一些磁。雾霾是不是就是这些石头所造成的？好，那我继续往前走吧。没问题。你慢慢的继续往前，也感觉到这个地方，说是 underdog 可以说，但是同样的，也觉得这里又和 underdog 和你书上看到的 underdog 又不太一样。漫步的周遭，这里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你到现在还是无法确切，也无法知道一切是什么。你看着周遭，开始出现了像是香菇，你看到这些菇种似乎都有奇异的、不一的光芒，那些光芒仿佛荧光般的闪烁。似乎也注意到荧光般的这些菇都有淡淡的像是橙粉般从它们的菌撒放射出来，啪嚓啪嚓，像是带了一些规律的喷洒这些菌丝。那我离那个菌丝稍微保持一段距离。那 OK， 那这样子的话，好，那帮我甩个 ED 吧，我看一下，随机事件。好 ，OK， 你慢慢的继续的向前，尝试的避开了这些大大小小的菌，那些香菇。然而，你也注意到了，在你的前方。看起来有些什么东西，你听到了叽叽喳喳的声音，这些声音就像是一些正在低沉的活生生的生物吗？你感觉到这些生物如同像是低声的崇拜，低声的呼喊，就像是在朗诵着什么，在诉说着什么。你看着这些生物，压下了你的冬帽。你看到这些生物小小的，仿佛像狗，仿佛像人，这是什么样的生物？而他们在祭拜的，你看到是一个倒在地上，早已经化为白骨，翅膀化为白骨，上头已经布满了许多菌丝的一条巨龙。是的，巨龙。
绿龙，对，是龙，已经化为白骨的龙。然后这一头龙被巨石包围，是，可以感觉到，就是上头像是被，它是已经都化成白骨了，然后它的白骨上头有香菇啊，各式各样的东西种在这些骨头上面，而周遭围绕的就是小小的骨头像狗，但是又像人般的生物在崇拜着，似乎他们在祭拜。我想要观察一下那些像狗像人的生物。好，哦，下一个 wisdom。wisdom， 嗯。是，你看着这些生物，你算是第一次听到，你只知道他们嘴中不停的在那说着，哎呀抓啊，哎呀抓啊，像是低声的正在朗诵着相同的词词。那我想要看一下这个空间有没有其他出入口。到这里就像是一个图书的平台，而这图书的平台，仿佛你注意到的是，确实有出口，可是出口必须要穿过这条巨龙。这条巨龙的白骨，特别是身体与尾巴，搭嵌到了另外一个悬崖上。可是，当然你也注意到一个最大的难题：这些小东西现在挡在路口前，不停地喊着。哎呀呀呀，像是这样的话语，到底要什么样的一种工具？你知道的，在这里基本上只有你还有这些小动物，那这些小东西，你感觉到，如果你们在行进发出一些声音，他们的耳朵是特别灵敏的。我想要看看这个空间大概有多大。这里的空间大约为30×30feet，可以说这条巨龙在中间，基本上占了大部分的视野跟位置。因为这个巨龙可以说大概已经400-500公分，非常的大，非常大只。那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石头。好，那帮我做一个 investigation。不好意思，是七，我看错格。你稍微的环顾了四周，尝试的确定跟知道周遭会不会有些石头什么，但是确实有知道这里的石头或者这里的矿物是有，可是他们都是算是紧邻在地上，或是紧邻在岩壁上。包包里面的眼钉，然后往就是你刚才说出口在尾巴那边嘛，那我往头那边巨龙的头附近的墙壁那边丢过去。好，那 OK 没有问题，那帮我做一个存的 ED20 吧。存的 ED20 呢？嗯，14，你直接用双敲 push 的方式，直接将一块小石子往旁边方向丢过去，咔的一声。然而，你注意到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他们的视线都是注视在那条巨龙上。
OK， 那我想要使用一下我这件斗篷的能力，然后试着从旁边溜过去吧。好，你披上你的斗篷，开始压低了你的音调，慢慢消遣。来吧 ，Still。然后我有优势。14跟，刚加起来是16。你慢慢的开始向前，也注意到的是那些小家伙们依旧是在崇拜着那巨大的龙骨。而再来，最困难的时机到了，毕竟要跨越这个龙骨才能到另外一边，而可能也会发出声响。就算他们现在没注意到你，但万一发出声响引起他们的注意，那可能就会引发他们的围攻。那帮我撒一个 acrobatic 是敏捷的那一个特技动作，对吧？对，还是是12。快速的跃上了，砰的一声跃上了这一个龙骨。可是下意识的，你感觉到些许的不妙，你看着巨石慢慢的砰的一声。直接笼罩在你的身上，你的伪装失效了。你也注意到下方在，哎呀咋？你很尴尬的和他们面面相觑。OK， 我要宰仙宫对吗？没有，没有吗？有时候预先设想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理想。我好害怕，等一下。他们有恶意吗？看一下，你跟他们面面相觑，他们愣住，你也愣住，就这样面面相觑。那我先跑再说。你开始一个失礼了，你开始迈步，开始直接要溜跑。让我做一个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好爽。我跌倒了，我觉得。我打四。你睁大眼睛要往前，随后你看着下头的香菇各种扑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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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洒在你的身上。你看着下方那些小东西突然大笑了起来，那些就像是嘲笑的声音，让你感觉到你全身上下现在充满了炫酷的臭味。好，谢谢。那。看着他们大概会皱几个眉头，然后看起来很嫌弃自己，就是有一点点嫌弃自己的身上的味道。但既然那些小家伙没有什么恶意的话，那我就要直接离开了。OK， 那帮我做一个 Athletics 做你的体能。虽然你身上现在充满了驯服的臭味，但是小艾他好像也没有要把你给样子。15。你开始保持平衡，慢慢的爬过了这个巨龙的背区，你就注意到这个巨龙的背是不是已经被无数的巨石所布满。你慢慢的爬行，你开始爬着，你开始又闻到了焦味，而这个焦味就是在白日的那些已经被燃烧，比起说是焦，更像是烧的香菇味，烤香菇的味道。你嗅了嗅，你看到了有些是已经算是已经是被烧的，已经可以说这些菇都成熟了，都看起来像是可以吃的。然而这些荧光的颜色也让你吞了吞口水。你爬过了这个巨龙背，来到了另外一段。你看着上头那些巨岩，还有这幽暗的环境，你也感觉到周遭烧焦的气味。然而依旧没有看到家燕这个女孩的去向，唯一的一直都闻到的全部都只是淡淡的焦味或是热气。然而家燕会在这个地方吗？你抬起眉头环顾着四周，而你也能确定，或许她可能就在这个地方的某处，也说不定。而我就今天在这里先做一个段落。因为时间也快到了，所以我们留到下一次，这样子比较丰富一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延续这个冒险旅程吧。辛苦了，辛苦了。
差点打架。谢谢阿顾。确实差点打架打起来，但是你没有做什么，所以没事。你没有敌意，他们就没敌意，所以对，就没事。毕竟我有敌意，我更担心对方有敌意。他们没有。还好他们没有。